经本月天子长行第三句，众妙净光天子得了知一切众生星海种种攀缘转，写到了。 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提示我们，众生的藏识就叫做星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星海啊，就是相宗里面讲的八十五十一个星宿。 心所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心理的作用。心理作用非常复杂，佛为说法方便起见，将它归纳，归纳为五十一大类。 啊，我们也晓得，这是五十一个类别，每一个类别里面的复杂的状况，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：“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” 那么由此可知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多么复杂，而这种复杂的现象呢，是所变变出来的。能变是什么？能变就是此地讲的众生心海，啊，也就是。 佛经上常讲的藏识，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，无量无边呐，啊，会现形呢，啊，现出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说种种判圆转这一句里头重要的。 是在这个转啊，转说的是前七十啊，八十是藏世，前面七十叫前七转世。 那么这个就叫做攀缘转，啊，转是流转的意思，转是变化的意思，啊，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所以说为事所变静云啊，境缘，啊，是物质环境。 语言是人事环境都非常复杂所以事出世件。都把它列许许多多的名号为了。 交换意见容易起见啊，所以建立许多名号、许多称呼啊。但是，不但名号是假立的，就是形象也不是真实的啊。老子所谓。 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所以，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教我们，不要执着名字相，不要执着颜色相，啊，让你从这个颜色、名字，你能体会它的真实意义。 就对了，所以是得意忘言呐，啊，对，言跟名字你就不再执着，不再分别它了，你真正体会到它的意思啊，意是真理意是事实真相啊，啊，这个我们要想。 藏识，阿雷也是，相宗的都唱说，是半真半妄啊，真旺和合啊。为什么呢？体它就是本性，所以它是真的啊。玄奘大师称为第九舍，啊，那摩罗什，那个就是。 就是真如自信啊，自信这上面起了无名呢，就叫藏识啊，所以他是真妄破。如果真的这一份作用起作用呢，他就是佛菩萨；妄的这一份起作用啊，他就是凡夫。 真望在救迷，所以凡夫不能不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啊！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我们藏识里面呢，决定那一份起作用。 不接受佛菩萨教诲呀，起作用的是迷的那一份，这个里面差别太大太大了。我们一定要晓得啊，除了佛菩萨以外。 世间的圣贤，实在说都不究竟的，这决定不是佛法自己夸大、自以为是。我们如果这样想，那就是污蔑诸佛菩萨。 究竟不究竟的标准在哪里呢？你还有没有烦恼？标准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标准非常公道啊！世间圣贤如果还有我执，这就不行了啊！佛法的标准是破我执啊。 《金刚经》上讲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以这个为标准，立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。啊，立什么一切相呢？就是立这个四相。四相第一个是我相啊，无我，有我就有私心，有我就有成见。 就会有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，我以为怎样怎样，这是迷呀、啊，这个不是觉啊。啊，觉了的人绝对没有说我的看法，我的想法没有。啊，所以觉悟的人呢，无我没有觉悟的人。 有我，标准是这么建立的啊！世间，一直到飞翔飞飞翔出天呐、啊，都执着于个我啊！古今中外。 世间的大圣大贤，也没有把我忘掉啊！在六道里面，也有不住的生成啊！啊，怎么要往上升呢？为别人的念头多，为自己的念头少，就往上升。 就做天人了，为自己的念头多，为别人念头少，就往下坠落。啊，地狱是最下面，百分之百的自私自利，这多地狱啊。 飞翔飞飞翔处天最高了，大梵天、摩西，舍罗天最高了，百分之百的为众生，但是我没有忘记，我为众生。如果把我忘掉了，他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六道没有了。 那就到四圣法界了，他就成圆觉圣文菩萨做佛去了。啊，这问题有没有个我我为一切众生，我没忘记。啊，我百分之百的为一切众生。 还是六道里面的福报啊，大福报啊！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啊，所以世出世间圣贤的标准是这样子建立的，丝毫都没有勉强。 我执破了，还有法执。啊，经常常说，我执虽亡，法执犹存。这是四生法界。啊，法治是什么分别？我虽然没有了，分别这个念头还有。啊，所以不能出十法界。 什么时候分别也没有了，这个人就出事法界，啊，心才真正得到清净平等，啊，才出事法界。所以佛教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。 叫我们随缘呐、啊，不可以攀缘呐。啊，什么叫攀缘？随顺自己是攀缘。啊，什么叫随缘呢？随顺众生叫随缘。啊，诸佛菩萨非常善于恒顺众生。啊，你看善人他随顺。 恶人他也随顺，啊，天人他随顺，恶鬼他也随顺，地狱他也随顺。我们看《卧有如此》那个小册子里面，那是讲什么？讲动物出生道啊，念佛往生净土。 啊，不少啊，畜生到往生啊！啊，菩萨能够随身众生，菩萨就投胎到哪里去了？猪那里投胎，菩萨就做猪去了。啊，为什么就做猪？做猪呢？要度度那个一窝的猪。 啊！你看在这个猪圈里头，哼啊哈的，跟他们讲经说法。哎、啊，度那些猪的，啊！你要度什么样的众生？你第一个条件要跟他现随类身，这就随缘了。哎、啊，现个人身，把猪找起来给他说法，他听不懂啊，他不能接受啊。度人要现人身。 度鬼要现鬼身，随类现身呐，随机说法了，这随缘呐、啊。啊，决定不执着啊！佛一定要现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性好，不如是啊！啊，经上我们看到报身如来。 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他不限这个身，他限众生同类身。啊，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要有这个心，要有这个愿，要有这个行。啊，什么行呢？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有许多不同的文化。 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我们也要接接近、接接近他，帮助他。你要跟他打成一片，要跟他过同样的生活，他们就欢喜了。啊，如果我们要坚持，呃，这个不行，嗯、那你就渡不了他们。啊，你想帮助他。 帮不上忙，人家排斥拒绝。我们要以身作则。啊，前天我们去拜访，西科教。啊，他们对我们非常礼遇。啊，他们的祭坛。 非常神圣的地方啊，那一般人不可以进去的啊，他带我们去参观。啊，他们的祭坛，我也听说二十四小时不不中断的在那诵经啊。他们的经典几乎全部都是祭诵，所以他们是唱的。啊，你看配着乐器在那演奏在唱。 啊，他们祭坛里面没有形象，啊，没有神像，供的是什么呢？经典，他们拜经。啊，我们看经典，它两个大箱子放在那个地方，上面用布盖起来，那是他们的经典，啊，他们拜金。啊，后面两个人拿的佛尘，啊，是把上面的灰尘赶掉。 啊，那是照顾这个经的，啊，有专人来照顾，啊、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你看他们的教徒到那边去，一到祭坛，首先去礼拜。啊，我也拜啊，他们是非常欢喜啊，我们对他尊敬啊,啊，三宝当中，他们尊重法宝。 他们的经典，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，他是采取伊斯兰教跟印度教的这个教义的精华，啊，变成新的这个教典，所以他这个教是从哎、呃、回教跟印度教脱胎出来的。 是个新兴的宗教，那么他们观念当中，伊斯兰教跟印度教里面没有冲突，是平等的，啊，是可以和睦相处。 而我们读了华严之后，真的恍然大悟啊！法法平等啊，法法都第一了啊！我们学了佛了，佛第一，其他都不如我们，我们就学颠倒了。佛里就告诉我们，法法第一。 啊，所有宗教，每一个宗教都第一；不但每个宗教都第一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每一个众生都第一。这是华严教义，没有第二的。啊，所以大家平等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啊，互助合作。 这是华严呐！我们尊重别人第一，别人尊重我们第一啊！我们自夸第一，你是第二，他那边说我第一，你第二啊！有第一第二就打架了，天下就不太平了。 啊，化身就生病了，所以我们学佛要掌握着佛法里面几个中心的理念，这比什么都重要，根本的根本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，一切诸法。 我们讲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心是一个真心的。一个心一个识啊，阿赖耶识是一个，转识就不一样，去转识就不一样啊，阿赖也是一个。 丈涉星海啊！啊，莫纳斯就不一样了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佛举的例子好啊。阿赖也是像什么？像大海。莫纳斯是什么？莫纳斯是海里的些水泡。哦，一个一个水泡就不相同了。啊，如果觉悟的人想哦，知道所有水泡都是这个大海起。” 还是一个啊！不觉悟的人是呢，每一个水泡对立了，就发生矛盾了啊，就有冲突了啊！楞严这个比喻比喻的好，让我们从这里觉悟啊！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自我。 属于佛家的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，啊，一心一智慧也。用现代人讲的话呢，虚空法界一个众生，一切众生一个生命共同体。 所以你说关系多么密切、啊，哪里会有矛盾？哪里会有冲突这就个个都说第一，没有第二的呀、啊！啊，经上讲啊，藏室还常住啊，境界风锁动。 境界为云长六粗啊！这是讲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啊？现在有许多人啊，这个科学家、哲学家在那里研究、在讨论，世界从哪来？ 这个太空当中的星系怎么发生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众说纷纭啊！一直到今天，没有一种学说能叫人心服口服啊！真正能令人心服口服的，确实是佛经啊！ 可惜，能读佛经的人太少了。啊，尤其现在佛经最大的障碍文字、啊，重要的典籍现在都在中中文里面，啊，藏文里面。 那么学习中文，还得要学习文言文，你才能直接读佛经啊！啊，藏文学的人少了，我很担忧啊。这早年我就常常想到啊，五十年之后。 可能藏文呢，在这个世间就会消失掉啊！到那个时候，西藏文变成考古学家的事情，没有人读，没有人懂啊！所以，藏文典籍，我每一次到中国都谈到这个问题啊。 希望有志士仁人,人赶快把它们翻成中文，啊，才不至于失传。那个里面有少数分量不多，是我们汉文里头没有的，尤其重要。 啊，要赶紧把它翻译出来。境界风动、啊，这就说明宇宙人生怎么来的？佛在经上讲：“无名不觉生三世，境界为云长六粗 设、啊、法界一真庄严是这么来的，啊、这个里头千变万化啊，境界风动啊，金鱼有人世的，有物质的。 啊，它是个动向啊，无名本身就是个动向啊。所以佛家讲啊，这是现代讲的物理学，物质的根本是四大了。 说四大，诸位都晓得，地水火风。四大是什么意思？知道人不多了。啊，四大是现在科学家讲的基本物质。啊，但是他们所说的，是不是佛经上所讲的，还不能确定。啊，但是。 已经非常接近啊！譬如科学家讲原子，这已经接近、啊。原子里面有四个现象啊。第一个现象呢，它是个基本的物质，有形象的、存在的啊。佛家称为叫地大了。 啊，它是一个物物质，它存在呀、啊。啊，第二个现象呢，火大就是它带着有温度。啊，水大它带着有湿度。现在科学里头不叫温度，不叫湿度，叫带电。阳电就是温度，阴电就是湿度。 啊，第四个现象它是动的，它不是静止的，所以用风大，风是动的，所以地水火风啊是讲基本物质的四个现象啊，叫四大，啊，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这个东西组成的。 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好啊，世界是什么？一和相啊，一就是讲这个基本的物质，或是组合啊。世界是怎么来的？就是这个一，同一个物质，同一个这个这个东西，没有两样东西啊，组合的呀、啊，这一和相。 经典里面讲的这些科学原理、原则，比现在人讲的还高明啊！啊，佛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，叫你从这里开悟啊！一何相原聚啊，或是聚啊，有聚就有散了、啊，所以物质不灭。 只是聚散而已，啊，那我们人有没有生死？没有啊，生死是什么现象？聚散，聚的时候，哦，这个身体在了；散了的时候，这身体就不在了。聚散了，我们不是生死啊，没有生死啊，永远存在啊。 法华经上说：“世法住法位，世间相不坏。”都是说明这个道理啊！这不是高度的智慧，看不出来。所以，诸佛菩萨油化在世间，叫游戏神通啊！ 只有一桩事情帮助一切众生学悟，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。你真正明了了，你在法界的任何活动得大自在啊，不会有丝毫的沾染。 啊，也就是说，在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里面，决定不起贪嗔痴慢，啊，决定不起是非人我，你的心永远是真诚的，永远是清净的，永远是平等的，那就是佛华严的生活。 啊，是个觉悟的生活。我们今天很不幸，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起心动念自私自利，是非人我贪嗔痴慢的造业啊，造作这些罪业，招来了许许多多不如意的果报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自信里面，啊，我们讲自信，人家不好懂。我们讲这个太虚空，太虚空里面的基本的物质，它的聚散，它的组合，啊，是谁在那里聚散？谁在那里帮他组合的？念头。 啊，所以佛说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呐，念头在组合，这属于心理，心理主宰了生理，心理主宰我们生活环境。 所以，随心地清净，你的身就清净；啊，你的生活环境就清净。心不清净，你身体就多病了；你身不清净，你居住的环境也就不清净了。 灾变就很多啊，所以决定不可以说。所谓自然灾害与我们人的思想没有关系，那是错了，有密切的关系啊。佛法里面讲净土，净土怎么现前的呢？心境现前。 这我们常常听讲啊，心静在佛途经啊，所以我们要消除这个世间呢自然的灾难啊，洪水啊，地震。 风灾、火灾熄灭贪嗔痴慢这个外面灾害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佛告诉我们，洪水从哪里贪心形前、啊。火灾是嗔灰。风灾是愚痴。 地震是不平啊！啊，心有高下了。现在地震多，什么原因呢？整个社会都竞争，这个竞争就是地震了。一个不服一个，啊，一个要比一个高。好了，麻烦你来了。 古圣先贤，不论是中国、外国，教人们都教人忍让啊，没有教人竞争的。啊，忍让是性德。啊，现现在人提倡竞争，那麻烦大了。 竞争这个理念，在佛法讲是魔的理念，不是佛的理念了。啊，这个时代，法弱魔强啊！谁是魔？可能魔是自己，不是别人啊，自己有竞争的念头，有好胜的念头，有处处抢在别人前面的念头。 自己就是魔，魔障啊，障碍清净心，障碍平等心，障碍真诚心，障碍慈悲心，啊，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全部被障碍住了，叫魔障。 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外面的境界是大风大浪啊！我们要知道要明了啊，知道之后修学或者帮助人才契机。 契机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啊！否则的话，佛法多，法门无量无边，如果不契机的话，我们就得不到受用啊！讲的太高太玄，我们做不到。 所以，佛法离不开生活，离不开现前的生活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奇迹。啊！种种攀缘转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在这个里头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转变？ 我们要向佛菩萨那个地方去攀缘，攀缘是什么呢？四缘里面的所缘缘，这个关系我们这一生呢、啊。 啊，清音缘是所有一切众生个个居住的，在平等的。啊，阿赖耶识里面，十法界的种子，我们每一个人通通居住。啊，无二无别。那么，十法界，你要想到哪一法界去？ 关键呢，是你所缘缘，啊，你现在所缘的是哪一种缘？如果你要是圆佛，佛的心是什么？啊，先要把中心抓到，这是佛在经教里面常讲，设法界的因。 业因非常复杂，复杂业因里头第一条是什么？你把这个抓住啊！佛告诉我们，佛法界第一个因素是平等，菩萨法界第一个因素是六度。 啊，辟支佛的法界，第一个因素是因缘；阿罗汉法界，第一个因素是四谛。啊，六道里面，天道第一个因素是上平是善；人道第一个条件中平是善。 修罗道是下品世上魔鬼道是贪啊，畜生道是痴啊，地狱道是嗔恚也。这是佛法了，设法界第一个要紧的因素，跟我们说出来了。 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你与哪一道相应？啊，自己的前途不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吗？啊，可是世间还有一些糊涂人，佛讲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 他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他还不知道是落在哪个业因里头。很多啊,啊！如果我们起心动念生活行为与平等与六度相应，你走的是佛道。 菩萨道，你不但走出六道啊，你走出十法界啊！你这一生当中，当生成就，就跟《华严经》末后善财童子一样啊，当生成就啊！ 你的心是平等，你的行是流动。我们要学啊，得来不容易呀、啊！啊，那么我们在没有学佛以前，自己想想，起心动念都是与三卧道相应，啊、跟贪嗔痴相应。 心是贪嗔痴，眼也是贪嗔痴，行为也是贪嗔痴。他不到三窝道，谁到三窝道？三窝道是这么走进去的呀。这个道理明白了，事实真相搞清楚了。 我们就晓得，四缘生法，我们所缘缘应该缘哪一种？我们的信心是从清音缘那里建立的。 啊，佛告诉我们，清音缘是一切众生通通具足，是设法界的一系种子，个个人具足啊。我们阿赖耶识里有佛的种子啊，有菩萨的种子啊。啊，关键呢，我们要圆佛圆菩萨，啊，圆佛就是长存平等性。 圆菩萨，那就是一切生活行为与六波罗蜜相应啊，不再搞六道轮回了，不是一个好事情啊。 在佛法里面讲“所缘缘”，就是发心。世间人讲立志啊，我这一生有生活努力的目标方向，一心一意要做佛，要做菩萨啊！你这个方向目标正确，啊。你有了这个志，有了这个愿。 那么成败的关键，在你、啊、要能够坚持，不能失掉啊！那叫无间缘，你不可以间断了、啊。念头才一断，马上就推转。 只要你具足这两个条件，诸佛菩菩萨都来帮助你。我们在经上常常念叨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啊，佛菩萨来给你助正正上缘呐、啊，正上缘是帮你啊。 啊，你真有这个心愿，又肯努力去做，啊，佛菩萨看得欢喜，帮助你成就你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攀援呢，如果是错了方向、错了目标，麻烦可就大了。 尤其在现代这个时机，许许多多人都说有灾难，到底有没有灾难呢？谁也不敢肯定。啊，但是这个灾难呢，我们很客观的观察，似乎是可能的。 我们从哪里观察？从人心啊！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，社会大众他们想什么？啊，他们在想什么？他们在说什么？啊、他们在做的什么？如果一切与善相应，这个善 佛家讲的十善业道，基督教、天主教里面讲的世界啊，他的世界跟我们的十善非常相似。啊，它里面，它不是讲不杀生，它讲不杀人。啊，这一点跟我们讲的不一样。 啊，他讲不杀人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啊，他们又不饮酒，啊，因为他们像天主教做弥撒的时候，他饮酒，啊，弥撒里头他有酒有饼，他认为酒是耶稣的血，饼是耶稣的肉。 那么其他的那几条的时候讲的很详细啊，但是酒也决定不能饮醉、啊、对于醉酒的时候，这他们很忌讳的，不可以的。所以，如果与善相应。 这个是社会是美好的。如果是与我相应，我是什么？我是自私,自私的，损人利己啊！大家都干这些事情。 这个社会就会有灾难了啊,啊！这种思想意识如果扩张，如果普遍，这个世间就有大灾难啊！所以我们常常要想到。 灾难既然不能避免，绝不要贪生怕死。活一天，为社会、为众生尽心尽力服务一天，不为自己啊！死了以后有好去处啊！这是所有一切宗教有共同的一个认识。 就是都承认死了以后有去处，不是死了就完了啊！所有宗教都承认这一点啊！你看他们从宗教里面说，死了以后有天堂有地狱啊，他不说六道，至少有三道啊。 所以说，是我们经中讲的往生啊。死了以后，我们往生到哪一道去？这一条重要啊，比我们现前的生活重要太多太多了。这个认知。 这是真正的有智慧、有福德了。每一天、每一个小时的时间都要抓得紧紧的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。啊，要记住。 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是善，利益自己是恶。啊，佛这几句话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，决定不能忘记啊！啊，舍己为人，尤其是帮助佛法。 常住世界。啊，弘法立身如何弘法？自己依教奉行，就是弘法立身。做榜样给别人看嘛、啊。花严。 是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是一体，是一家了。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讲啊，地球村。既然住在这一村了，就应当互助合作。 就不应当再敌视啊，不应当再有冲突啊。我们提出来的时候，不是地球村呢？我们地球家，我们是一家啊。九个宗教，在新加坡各个不同的族群，我们口号是一家人，比一村一村啊。 更要亲切。了啊！能不能做得到呢？能。为什么能呢？根本的这个信念是建立在《华严经》上，佛所讲的“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”，同一个心事啊，那又不能。 不能是怎么回事呢？是所源源不同，就不能。我们今天所源源是一个真诚，一个慈悲，就行了。啊，所有一切宗教到最后的结论，他们的结论是个“爱”字爱人呐、啊。 啊，上帝爱人，这是他们的中心思想啊,啊！爱人，人没有分种族，没有分不同信仰，就所有不同信仰、不同种族，你都要爱才行啊！啊，我们只要是真诚的心，无私的心。 要做出来给大家看，他就相信。啊，口里说的是爱人，你做的还有自私，人家就不相信了。人家对你就怀疑了。啊，口里说的跟心里想的、身上身体做的完全一致，啊，别人就相信了。 这个样子才能感动一切众生，所以所云云比什么都重要，啊，也就是此地讲的攀缘，啊，这个攀缘转，啊，转的意味深长啊。 佛教我们念无常八大人觉经》一开端，佛就说了：“世间无常，故土为脆。”这两句话不是消极，是非常积极啊！你要把它看作消极。 错了，这是说出事实真相，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没有贪念了，你真正能放得下了，啊，印光大师一生，他做了个好样子给我们看，啊，把十字。 挂在他佛堂里，他那个佛堂干干净净，什么陈设都没有。啊，佛堂当中挂一个大字，四字，下面供一尊阿弥陀佛的佛像，啊，一个香炉，一一杯供水，那么简单呢、啊？ 时时刻刻就看着，就要死了，确实给修行人高度的警惕啊！觉悟的人，这快要死了，还不做好事吗？所谓是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 不会再有恶念了，这是个警策，是个警惕。他老人家还写了个“生”字，提醒我们，要求生净土。 啊，死是教我们要放下；生是教我们要求生净土。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，才是真实的解脱啊！这个所云最正确的、最圆满的、最殊胜的。 我们自己明白了，还要帮助一些大众啊，劝导一些大众，影响一些大众啊，积极、奋发、努力为社会大众服务。 而自己的行持展现出来，让大众看了，让他觉悟，不必说做出来给他看。古德也常说。 佛法重心不重说，要做到啊！佛在经上每一部经都说很多遍，受持、读诵、为人演说啊。最重要的是后面四个字：为人演说，演是表演。 做出来给人看，人家看了之后要来问你，你给他解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啊，我们今天帮助别的宗教。 有很多人问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要帮助不同的宗教？他来问，我们也给他说了，《华严经》上“情与无情同源终智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”，就为这个，我们是一体。 他不是外人呐、啊。不同的宗教，我举例子说，就好像我们人身体不同的器官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。佛教是眼睛，啊，基督教是耳朵，回教是鼻子，一体嘛。啊，过过第一了。 啊，眼看第一，耳听第一，鼻嗅第一，没有第二啊！要互助，要合作，要互相尊重啊，身体才健康啊！耳朵跟鼻子打架了，身体就生毛病了，所以一定要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 是一个一体的啊！佛法说“共同一发生，讲的太好了。所以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，帮助我们发生的健康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妨害别人、阻挠别人， 就是妨害自己啊，让自己的化身都在多病，这个错了。什么时候你见到发身？佛在经论上就说的太多了，只要你把。 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放下了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所以共同业发生，不是佛的理想，啊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想法。你认为他的理想，那就错了。事实真相。 佛教我们清正的。啊，佛家讲修行正果，正什么？证明这个事实真相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事实真相？佛说了，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。经论里面的术语说烦恼。 你有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就是执着；尘沙烦恼就是分别；无名烦恼就是妄想、啊。三种烦恼把你的心性呢障碍了、啊。这三种烦恼，总而言之，那个根都是自私自利。 损人利己，烦恼的根呐！啊，我们要想破烦恼，聪明人从根本下手。啊，你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，把自私自利转过来，大公无私。 把损人利己转过来，舍己为人啊，这叫从根本修啊！你的功夫哪有不得力的道理、啊？今天我们许多同学修了几十年了，功夫不得力，什么原因呢？原因产生在根本上。 根本这个念头转不过来，枝叶上很困难了、啊，很不容易啊。根坏了，这个枝叶哪能好呢？众门教下足是大德了，苦口婆心的劝人从根本修啊。 我们提出了根本是什么？根本真诚心、清净心，真诚绝对没有虚伪。啊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用真诚心，别人骗我们他的事情，根本不用去理会。啊，我们只有一个真诚心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只有一个清净心。 清净心是决定不染污，平等心决定没有高下，啊，尊重别人，敬爱别人，啊，自己谦虚卑下。 觉悟正觉心，决定不迷惑、不颠倒。啊，慈悲心是爱心的，啊，爱护一切众生呢。与这五种心相应，这是从根本修，你真正抓到根本。啊，每一天从早到晚齐心动力。要跟这。 十个字相应那我们所判的圆是佛是菩萨啊，表现在行为上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、啊、这个人过的是佛华严的生活啊，所以就超凡入圣了。 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